弟可講過對否對？今朝飲酒今朝醉，飲兩杯又兩杯。酒店退房，直接在这个机子上面就可以退了，这里就可以直接买票，然后刷卡什么都可以。我们现在进到火车站里面了，然后买了一个 burger， 买了一个烤薯在这吃。他们这儿正常的咖啡全都是 espresso， 但是我们咖啡就是。是塔里斯就只有这一班，只有去布鲁塞尔这一班。我们现在下火车了，我们到波隆超伊。现在这儿已经进入法语，说的东西都开始完全的听不懂，也看不懂，也没有什么英文标识了。我们现在要找地铁，然后我们要坐一站路去酒店，走吧。走出来了，我们酒店住的这个地铁站这边还看得挺好的，没有刚刚下火车的那个地方看得这么乱，这个地方感觉还比较宽敞，比较新一点。我们还有一个 free upgrade。我跟你说，他退了套房了。挺大的，哎，这是套房吗？哇，挺大的，挺大的。看一下厕所先，厕所还好，没有很大，厕所也还好。这里是欧盟的办公室，我们就住在他们的对面的酒店内。应该深一点叫，我哋喺布鲁塞尔啊，喺欧盟中心嗰度。这只是最屌的。去我们订的餐厅吃饭，他们这个圣诞集市我们刚问了，他们十点才关门。我们一会儿从餐厅吃完饭出来，还可以再过来吃点小吃啊什么的。今天晚上应该还要去那个尿尿小童那里再看一下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个里昂，好像很出名的样子。它的正门在哪儿？我们到餐厅了。
一个。我们的菜来啦，终于来了。这是蜗牛，这是 oyster， 这是 mussels。你别说，这蜗牛还可以。吃吧吃吧，超级好吃，这个青口，巨好吃。这个蜗牛也还好，也挺好吃。超级多人呢，完了，没事，完了，好喝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甜啊！加热都变甜了吗？布鲁塞尔这儿晚上开的灯都超漂亮，看。麦香不是很好。对，我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包装特别精美的。你不是不喜欢讲究包装的吗？还挺贵的。我们刚刚在那一家巧克力店买好礼物了，走去刚刚买红酒那个地方把杯子还，把杯子还了之后，他就可以退给我们一欧元。就是本来那个酒是3欧元，现在退了1欧元，就只用2欧元。我哋嚟到布鲁塞尔嘅尿尿小童啊，个尿尿小童真系好小啊！我哋啱啱睇完尿尿小童，依家咧揾一间 waffle 嚟食下。旁边那个 waffle 有巧克力，下面有巧克力，我们点了一个比利时的 waffle， 加上热巧克力。你看你后面有个尿尿小童。Thank you。好不好吃？弄到我这个上面了。好不好吃？这拍的太他妈大了，这个我都离那么远了。不是啊，只有一个大头。它是因为屏幕大，不拍也要拍，我已经拍着了。喝的溜溜心疼。我们在一个书店看到这个丁丁在洗澡。丁丁月球探险，丛林战士，哇，怎么会有中文版？这么神奇！尿尿开瓶器。刚刚在里面等就等了很久，他们好像那服务员很多人放假了就不在，然后他那个服务就特别慢。我觉得现在排队这些等他们进去吃的时候，你起码要吃3个小时出来。咦，这里有个尿尿的女孩。我们现在到这个酒吧，然后它有几千种啤酒，它上面那个牌子大概已经写了10几20种吧，根本就写不来，写不完。9点多，我们已经从酒店出来，正在等地铁，我们就要坐火车去科隆。火车一天比一天早，我们早上一天比一天赶。我以为你说对联。